读同修的一个分享，同修通过三大法宝许愿放生念经挽救婚姻的真实案例。7月11日夫妻吵架后，先生开始不回家也不接电话，一想到先生可能和别人在一起就心痛，念经也念不下去。此时师兄教我针对此事向观世音菩萨许愿，初一十五六斋日吃素不吃活物，并把一部分功德转给先生。2注印经书。36月15为师父先生自己各放生49只甲鱼，尽快放生1200条鱼。4化解冤结的解结咒10000遍，每天念49遍。5化解恶缘的礼佛大忏悔文108遍，每天2遍。6化解恶缘的心经1000遍，每天7遍。7化解冤结的小房子49张。8白话佛法念20篇。9转新加坡法会一部分功德给先生。10每天给他念7遍心经，帮他开智慧去烦恼。念21遍解结咒化解他的冤结。刚求完念经时他居然回来了，不过不理我就走了，我很痛苦。终于下定决心，第二天就是农历6月15跟观世音菩萨再次许愿终生吃素，跟随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多做功德。许愿后没几天做了个梦，梦见有人请我吃素饺子，我很高兴。过了几天又梦见自己洗鞋子上厕所，我知道这是菩萨在帮我宵夜。虽然先生没回来，但我每天除上班照顾两个孩子起居就是念经，我相信菩萨一定会闻声救苦，帮我脱离苦海的。之后给先生打电话，他还是不肯回家或者不接电话，后来才知道他和别人在一起，不让先生回家。8月25号终于见面，先生向我道歉，并且说要跟我一起放生吃素念经。我很震惊，因为之前他怨我拿离婚协议，都否定我学佛了。他说你天天念经我感应到了，这次是佛菩萨让我醒悟了，我之前可能是中邪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家了，我先学念大悲咒心经，以后你看我的表现。原来菩萨妈妈一直都在啊，她没有抛弃我，我们耕耘到一定程度后就一定会有收获。我之前还想自暴自弃，多么愚痴啊，弟子向菩萨妈妈忏悔，我们遇到事情一定要正信正念，相信菩萨一定会闻声救苦。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，请师父指正。是啊，菩萨多好啊，没有观世音菩萨我们还要吃更多的苦啊，明白吗？